原本我们是要先搭我们的公车逛社区，那今天呢，非常欢迎各位大家好来到我们古笨港这边。那古笨港其实它是一个老港口，然后它包含很广，它包含到我们的北港镇、新港乡跟南港村、顶菜园。那它其实它是属于共和村其中的一个小林而已仓库。那以前粮食的仓库它都有编号，那这边有写到仓廪十而知荣辱，那这个仓廪它是属于仓库。二仓房就是古笨港，笨港一号。那这边有写到一句，一共差准多哦，最灯刷柜待完啦。我灯刷工怎么灯刷嘛，都是由这些男丁有没有啊？他拨过来开困。哎，那这边呢，我们是不能新家带眷的。所以呢，要渡这个黑水的话，黑水相对就是我们的乌水沟、杠剑湖。本杠剑湖是不个通阿妹，因为本杠剑湖不是跟港镇个无关系啊，因为本杠剑湖伊是有一挂偷渡客。啊！要偷渡来咱台湾进前，因为被人所欺骗，所以咧，因拢甲放伫溪山边遐。哎，啊因还佫离咱来，沙地还佫一段时间，还佫因还佫撩溪过了，结果咧，因有深陷那个泥沼里面，就全部都陷下去了。陷下去当中咧，他们就在那边怎样？遇难中，很多有心人士会把他们全部都收集在一起，收集在一起了后咧，因较来甲起一个万神爷公。所以较早吼，人老一辈拢讲一句话啦，人讲少年若无一片光，世间你就无有用功。尤其是庙会的时阵，庙会的时候啦，你看这个呢，最具特色就是我们的藕边，这藕边这样，它最具特色就是这边。爱香梨，你若袂香梨吼，你就无迄个感觉。所以人讲把布把布食了你的黑菇，这个相对就是在卖我们什么？冰淇淋的，我靠出声，好嘢善食爱连名，安分守己来拍拼，较赢欢心上惊啥？这个就是讲到我们人的命运。因为以前阿嬷有讲了一句话，人讲做鸡爱穿，为什么做鸡要穿？穿就是要穿迄只糖来吃。做人就爱拼啦，人讲做牛爱拖，做人就爱活。很多富家子弟，他们都怎样？好高骛远。好吃懒做，所以嘞，阿爸那我讲的好也袂超过三代啦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家庭在用的，看上都是猪油拌饭，夹夹搓边了，我们就是用到这个碗。所以呢，它这个每个碗都有它的用途。对，然后你们的桌子都有放这么一餐起，你说这种桌模因为耶，他们重心会逐渐从这边往下，对，对啦。这过了，咱较落去甲煮饭，这就是咱讲寒枪饭，来，哇，真的很重，对，所以吼，你咧做这件事吼，无好做啦。当然吼，你穿下寒枪吼，较薄。那你如果说太薄的话，你看这样子的话，这样子根本就不合格。有没有？杂工这边搭它有分直扁担跟弯扁担，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叫做直扁担哈。那弯扁担呢，一般我们如果在挑东西的时候，最好是拿弯的，你到它比较干扣。